Hello， 各位，这是今天的影片。好，那今天这部影片要干嘛？我已经没有影片的想法了，对，所以现在呢，这是你的任务。今天呢，我要你们在影片下面留言，看我的影片能干嘛？还有，谢谢今天在我影片下方留言的关注，对，谢谢你，点赞。那我现在呢，在忙着做一个我们的 MV， 我和凯彤的 MV， 不能剧透。但是应该会在七月的时候出，那应该也会在 KBox 上面，所以各位要多多支持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这样了，超无聊影片。我真的没有影片想法，你们拜托告诉我到底要干嘛。好，那。